过去隶属于法务部调查局的安康接待室不合理的羁押、侦讯，甚至违反基本人权的刑求，都发生在这些阴暗的建筑物里面。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过后，当时才29岁的菊姐以及姚老师、钟行兄，都曾经被关押在这里。贫穷之下无英雄，这样的苦痛真的是一言难尽。台湾的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，多少人的努力，多少人的坚持，那才有今天台湾的民主。他们即使身心都面对极大的考验，仍然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，我非常的感佩。从2016年以来，转型正义的脚步一步接着一步的往前推进，处转会已经正式将安康接待室审定为不宜遗址，作为实现转型正义、推广人权教育的基地之一，把前辈们身上有罪的标签撕下来，然后让历史的真相被看见、被记得，这就是我们转型正义工作的贡献。我要再次的向曾经付出青春甚至牺牲了生命的民主前辈向他们致敬。不论是台湾民主的发展还是转型正义的脚步，我们都会持续的继续往前进，绝对不会停止。谢谢。